平时这个嘉存老师这儿您经常去吗？原来经常去。您是不是老去蹭吃蹭喝呀？蹭吃蹭喝，哎呀妈呀，我跟你讲，有一次有生以来吃过最好的羊肉，是在嘉存老师他们家吃的。哦，哎呦，嘉存老师家还有这好东西呢。我跟你讲，我们一进门，他在正在那儿唱呢。他是请的谁呢？李多奎的女儿。对，李世英先生。哎，李多奎的女儿在那儿掌壶。对，他在那儿唱老旦，唱特别好。然后回来我们在那儿等，都过去之后，中间就有一大口，多大呢？两个人抱吧，不一定能抱过来。两个人不一定能抱过来的大铜锅，在这架着，底下烧着火，里边是两只羊，也不三只羊，他就开吃。哎呀，这个味儿，那天是什么叫秋膘是什么？你们那叫什么？贴秋膘，那个鼠羊汤。哦，大暑那天，对，就是这一年的汗的寒气啊，大暑那天都出透了，吃着羊肉，喝着羊汤。哎呀，咱们最近得找时间聚一次啊。好，来，咱们亲爱的楚老师，今天这期节目怎么样？感觉太好了，太好！这几个人是我没想到的，我真的每一个都惊喜，每一个都是惊讶加惊喜。我这三个过去之后，我一想啊，他们把我可能猜到的李嘉存，因为我想到嘉存会来，因为他好弄这个，是我想到这个了，我一看都不是了，结果他弄第四个出来，你这没有他。而且我们当时一直担心嘉存老师身体，因为听说肾结石多疼啊。哎呦，我说这嘉存老师可受罪了，没事了吧？现在没事，太好了，来吧，咱合个影。来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个建议，他主演的电影《大秦腔》，他那秦腔唱的不是一般的好。哎呀，你啊，别，你那部电视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，你唱两句这个，唱两句，王光我妹妹，四三二一，走着。那我唱嘉存，你也得来一段老旦，来一段老旦。可以啊，我念一引子，哎，你先来。呼喊一。开怀，牡丹人独把把汤迎揣，直撒的儿郎从北来，金风不能把出借，二十年报仇谋灾来，刀斧手牙也在沙场过瘾，真过瘾！家无个粗粮，饥寒食难安，老身身来命运薄，熬死路旁草一锅，过了今年秋八月，不知来年开如何。漂亮，哎呀，太漂亮！哎呦，你听这个嗓，他台词都是背过来。来吧，咱合张影，太好了。实力非凡，表演功底深厚。单名都怀上了，我跟我媳妇儿都准备了6年了，什么都没怀上啊！啊？哎呦，哦，我明白了，还，我们家孩子奔跑在路上，那是跑丢了。真的假的？我还真不知道。但是我对你的爱。怎么跟你形容呢？那可真是天外飞仙，法力无边。也是央视春晚舞台的代言人。哎，你怎
么知道我小名呢？还有个叫兔的。哎呀，我小名就叫兔。哎呦，你接吧，你接吧。哎呀，大妹子，来来来，我出个主意啊，咱两个把电话拿起来，咱俩谁也别说话，让电话那头先说话，男的是你老公，女的是我老婆。再回首，他与老朋友之间还有着怎样的经历铭记于心？再等你看谁来了，他将怎样讲述自己的传奇人生呢？我跟你说啊，你看谁来了，我这是来的第二次，上次好像猜着不咋地，一个人没猜着啊。我昨天一晚上就想谁来了。更多精彩内容尽在下期你看谁来。